右下角，然后有一个直播通知我啊，有个直播是通知我啊，接下来我就不跟你们多说了。没声音吗？现在有声音了吗？可以了吗？然后那个啥，如果喜欢大妞都关注一下，我接下来不跟你们说了，然后跳舞了。你们早点跟我说啊。第一首歌，我给你们跳一个那个啥，我看一下啊，给你们跳一个就是自己编的一个前面带有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花絮的一个歌吧，好吧，啊，带给你们这一首。哎 我的歌呢？等一下啊，怎么哪去了？哪去了？哪去了？等一下啊！There's nothing you can throw away that she won't ever get. And in the end, it's all about love.说话这样子可以听见了吗？
这个可以多出点，因为我比较有力气。感谢来源，谢谢大家送来的礼物啊！宝宝们，如果喜欢大妞的宝宝们，都可以关注一下我，点击一下咱们视频的右下角直播时通知我。对，我是80后，累死我了，好累啊！他能扛起150公斤，我连你都能扛得起来，知道吧？大妞么么哒，么么哒，宝宝们啊！然后那个大家喜欢大妞的宝宝们，电脑用户点击视频的右下角直播时通知我，手机用户点击下咱们头顶上有个带加号的心，关注大妞不迷路，谢谢 ，thank you。跳这种舞，感谢三无 ，thank you。穿这个裤子跳不开，没事儿，宝宝们，待会儿我给你们换一个包臀裙子啊，可以让你们看看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下一个麦序的话，给你们跳一个裙子的好不好？开叉裙。接下来，然后再给你们跳第二个啊，大家选一下，咱们选一下。然后大妞准备了两首舞蹈啊，然后可以选一下，然后。两首一二，第一首我写错了，第一首是 Crazy， 啊是 Crazy， 我经常跳的一首。好累呀、啊，我的天哪！你们可以选一下来，走起来。来，我喊一下，五、四、三、二、一，停。恭喜我们的咸蛋超人，恭喜你获得500万的彩票哦。今天晚上你就可以跟大妞共度一床啊，不是共度一共度一餐，不是共度一场，说错了，不好意思，说错了。啊，第二首歌，然后给你们跳第二个，你可以去那个啥的啊，那个咸蛋，你可以去买一下那个叫什么彩票。来。
裤子掉了，刚才裤子掉了，所以我到旁边就是拎一下。哇，好累啊！换个衣服啊，没事儿，等下一个麦去，我就给你们跳性感的，然后就是跳那种裙子的，穿裙子啊。好累呀、啊，怎么又跳？大妞哪人？我是安徽的，安徽淮北。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啊！这好太累了，真的。啊，齐臂小短裙吗？对呀、啊，你咋知道的呀？大妞是安徽的，宝宝们啊，咱们如果喜欢大妞的宝宝们，你们可以关注一下，点击一下咱们视频的右下角直播时通知我，手机用户点击一下头顶上再加好的心，都帮大妞打打卡，点点心，送送花，谢谢啊 ，Thank you， 谢谢。感谢最后一支舞蹈的时间，这首谢谢。시간꽤지난지금에서야널흐려졌지만잠자다가도심장이막뛰어미어진내마음은아직도회복이안되고있어